那据我们推断呢，过去在宫里的妃子们戴这个花之前呢，也会对它哈一哈气。通草呢，在干燥的时候特别容易碎，所以我们的佩戴之前的时候会对它哈一哈气，这样呢增加它的湿度。有这个湿度之后呢，它就既不会变形，也会增加一点柔韧性，这样呢佩戴的时候也更方便。